啊，校網頁係我哋想發展到係一個校園生活一個延續嚟嘅。一啲嚟咗校嘅學生，咁佢可以透過網上咁嚟到去接觸翻學校。老師係轉變緊嘅，的確係嘅。老師嘅角色唔再係一個講而學生聽嗰種角色，而老師係一個輔導者嘅角色。我諗小學生係嗰個生活係多元化嘅，即係如果係淨係限制喺書本啦、測驗考試啦，其實好單調嘅。國際教育新趨勢。以下係台灣一間好出名嘅小學板橋市江翠國民小學嘅一位老師所寫嘅一篇文章。原作者江永瑞老師是一位資深教育工作者，他對教育事業的研究使我們得到很多的啟示。在歸道菜板裡面，白兔是優等生，但如果將它改成游水比賽，那烏龜就可能變成優等生了。同樣的道理，每個小孩子都有他們的長處，也都有他們的短處。開放教育就是要大人以開放的心胸來接納每一個資質不同的小孩子，引出他們的長處，發揮他們的潛能，來幫助他們成長。換句話說，開放教育就是相信孩子，孩子自有他們的天空。學校網頁咧開始設計嘅時候，應該係1997年10月嘅時候。咁當時董建華先生有個施政報告講過，要喺中小學去實施佢嘅理想，即係資訊科技教育。咁喺呢個時候就開始。咁我哋諗到究竟未來喺小學嘅模式係會點樣樣咧咁樣。咁喺嗰段時間，我哋嘗試上網睇翻世界各地其他學校，一翻到其他學校喺資訊科技做得好嘅領先嘅國家，呢啲小學有一個特點。就係佢哋個學校網頁係好清晰同埋好吸引嘅，特別係吸引小學生去睇嘅。咁我哋嘗試以呢個為我哋嘅未來發展其中一個重點。咁我哋就喺12月嘅時候咧，就正式將呢個 proposal 提出去交俾校長考慮。咁結果校長校監都大力支持。咁由嗰一點開始，咁一路至到1998年3月，我哋正式整咗一個咧略具初型嘅一個網頁。老師心聲。李主任專訪。先幾年開始嘅時候咧，我就好抗拒嘅。咁我覺得咧，資訊科技應該唔關我事啊，因為我只係教書啫。我入班房只係教我本書，咁我支粉筆喺黑板度寫乜都可以，係咪先？咁但係原來咧就唔係嘅。咁但係我初初我都唔肯學嘅，諗住我咁嘅年紀咧都。好快就退休啦，應該資訊科技咧留翻後生嘅老師去做啦。我淨係教好書、改好簿就得啦。我記得學校第一次大約係4年前到啦，就叫我去學電腦。嗰個電腦嘅導師話：你唔使怕電腦嘅，你玩咁耐得㗎啦。你點樣整個電腦都唔會壞嘅。點樣知咧？我就一開始冇幾耐咧，個電腦就噗一聲咁就咩都冇曬啦。咁啊，我就當時就係嚇得一跳。即係我已經係咁抗拒，突然間佢話唔會壞機，但係我就壞一部機啦，所以我根本就開始唔知係抗拒係好驚、好怕嗰部機。就開始就買去試下嗰部機，就最初嘅時候都係學下開機啊、刪機啊，咁又覺得又唔係咁得人驚。啲小朋友上堂話下聽。啊 ，Miss 啊，我喺網度見到張相喎，有啲舊學生打電話翻嚟話見到我張相，咁於是我覺得，咁既然咁多人睇到張相，我自己都想睇下啦，咁於是我就學上網啦，睇個網頁覺得幾有趣。
如果老師應該係不停咁樣學習嘅，因為好多嘢係新嘅。你知道而家嗰啲知識咧係日新月異，如果你唔追上嘅話咧，舊嗰啲咧就你係唔可以應付而家新嘅教學趨勢。我哋要差唔多係做到老學到老，希望學生以後唔係淨係話讀書呢十幾年學嘅嘢，希望佢哋讀完書之後終身都係要學習，有咁嘅需要嚟到應付一生。我咧今年第三年喺荃灣天主教小學教啦，咁我1997年喺教育學院畢業，今年咧就第一年教 IT 咯，嚇，即係係一個新嘅嘗試。學校嘅 IT 課程咧，今年第一次嘗試嘅啫，咁我哋咧就冇一個正規嘅課程，只係安排可能係一個禮拜一堂咁嘅啫，主要都係學啲開機啊、刪機啊。學下小畫家啦 ，Word 啊，啊打下啲字啊，啊甚至乎上下網啊 ，send 下 email 啊，即係呢啲基本嘅技巧咧，我哋都會教啲小朋友。集中嘅對象都係3至6年班。網頁嗰個咧，其實最主要咧就係下晝班啊徐老師最主要負責。咁啊今年咧，咁佢就揾埋我一齊幫下手。咁我就最主要負責咧每一班嘅網頁內容。譬如男女人數啊，每班嘅人數啊，班主任係邊個啊？班長係邊個啊？甚至乎咧，每一班都有特別嘅特色噶。例如有啲班咧，佢可能俾啲 B B 仔上我嘅，咁我幫佢擺上網，可以令我有種歸屬感啊。睇翻自己班同學，甚至乎老師啊啲個人資料啊，或者啲 B B 相啊，或者一啲有趣 I Q 題啊，咁其實無意中令到佢有種親切感啊。其實發展落去可以。有種歸屬感啫。校園生活，自己班裏面有個網頁咧，我覺得好新鮮咯，呢個構思，可以同佢哋一起去諗一啲活動啊。我覺得個空間好大嘅，其實可以有好多好多嘢做落去，你要慢慢去探索咯。今日我哋嗰班。因為而家 TOC 咧個課程咧都提議我哋咧係要培養學生咧聽寫讀說啦。小記者呢個訪問遊戲咧就是、一個好好嘅機會咧，俾佢哋講說話同人哋溝通啊。咁我覺得一方面係幾好咯，對於佢哋提高佢哋嗰個思考啊、溝通啊、同埋說話嘅能力咯。我們的校家。我叫黄丽莹，我叫何心如，我哋都系上六 B 嘅小记者。喺10月26日嗰一日，喺林主任嘅带领之下，我哋访问咗我哋嘅校监 Miss Wu， 听下佢对我哋学校嘅网页有乜嘅睇法。透过呢个网页咧，无论系现时嘅老师、学生啊，或者离开咗学校嘅旧生，喺外边嘅家长，甚至系喺海外嘅旧生啊，海外其他嘅人士咧，都能够透过呢个网页。好似入咗嚟我哋學校咁，咁我覺得透過呢一個嘅網頁咧，就令到我哋個學校咧，好似即係擴闊曬啦。好似喺呢個網頁上咧，大家都可以彼此喺學校有個聯繫。全天救生員。校監、校長、各位老師、同學，你哋好啊！我係歐校斌啊，仲記唔記得我啊？唔經唔覺喺全天畢咗業已經10多年，而家睇到學校有個咁靚嘅網頁，實在有一種講唔出嘅温暖。我仲好記得幾年前，我亦都試過翻母校做代課老師，純樸嘅校服，活潑嘅少年，仲有校舍嘅一草一木。實在令我記憶猶新。依家我已經喺屯門醫院急症科做緊醫生，今年已經係我第5年嘅醫生生涯。如果你哋仲記得我嘅話，可以 email 俾我啊，或者加我喺你哋嘅 ICQ 上面。希望第日翻母校嗰陣可以見到你哋啊！牛
到你的留言，我真的很开心。我深信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投入的医生。我们已经有三年没见面了，但我仍然很记得那时你回母校做代课老师的日子。现在我是学校的校监，我虽然不是日日都回学校，但我仍然很怀念学校的生活。能够在互联网上跟你保持联络，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胡校长。浏览我哋学校嘅网页嘅人咧有好多嘅，好奇怪，有啲身在非洲啊、欧洲啊，或者系澳洲啊、加拿大等等，咁好多各色人等，咁有时我哋都唔系好清楚对方嘅身份嘅。好开心嘅，有时会见到有啲浏览者系来自于其他世界各地咧，我会觉得好惊奇。可能呢个系我哋学校即系三十年历史，有多旧生而家已经去到世界唔同嘅地方，佢耐唔耐咧就翻嚟学校去睇下而家发生咩事。咁如果冇學校網頁咧，就做唔到噶啦。佢根本咧就唔知道而家學校變成點樣樣。訪客留言係一個好偶然嘅機會咧，我去睇網入邊嘅嗰啲新嘅網頁出嚟，因為我係做一啲政府嘅一啲嘅工程，我睇下冇啲新嘅公司成立，或者我有啲生意做到嘅。咁我咁啱就睇到個網頁，咁我就上咗去睇睇，原來咧。個網頁係我入小學時候嘅學校嚟嘅，咁當時咧我好嗰種感情咧就好點講咧係好難形容到我當時嘅感情，又好感動亦都好激動，喺咁嘅環境下咧，我寫落嗰個留言喺度嚟，諗翻喺學校嗰啲好零碎嘅嘢啦，譬如見到個網址，其中有一段咧就話啊曾凡興副校長喺度講嘢啦，其實當時我在場嘅，嗰幅相我喺下邊睇咗佢影嘅。咁個嘢就其實好短時間勾起好多個回憶。為我哋老師嚟講，最有成就感咧就係、是、知道學生已經長大成人，咁真係好渴望見佢而家到底個樣子係點嘅咧？佢已經唔再係一個小朋友，已經係一個大人，或者係已經成家立室，時不時都會使自己有一個咁嘅感覺。即係好似我都在校，時時會提翻學校裏邊同事之間嘅嗰個合作，或者係同事之間大家喺度談笑啊，或者係埋頭。想翻起在全天六年的日子，一直保护住我的是庄严的校舍，它带给我温暖和庇护，台是我埋头苦读的见证，它一直支持住我，陪我一起聆听老师的演讲，回廊上面有我的足印，楼梯有我浅踏过的痕迹，不经不觉离开母校已经三年，我想很多老师已经不记得了我叫什么名字了，但是你们一定还会记得我妈咪和我舅父，因为他们都是这里的毕业生。学生原地，他们在灾祸之中救了不少灾民，还直接推动人权，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他们为了很多在战争中受害的人付出了很多时间，所以拿这个奖是值得的。他们不理自己的安全，奋勇救人，所以拿和平奖是实至名归的。其实呢，我们很希望呢，我们的小学生呢除了懂得去抄寫、背誦、應付考試之外，最好希望他們可以發展一些個人的
對事物的觀感，可以自己發表意見，咁呢個係我哋希望可以做得到嘅理想。譬如佢對一啲嘅新聞咧，可以發展到一啲嘅觸覺，去感應到而家社會上發生嘅事物，而從而咧有啲回應去俾得出嚟，或者咧建立到自己嘅立場，咁呢個係我哋希望可以做嘅。咁事實上，時事論壇就係發揮咗呢個功能。一路開始到而家為止，我覺得學生已經開始習慣去自己發表意見，咁呢個係非常之好嘅。如果啲學生，我哋發覺即係每一次嘅美勞，佢係做得好嘅，咁我哋就會揀咗出嚟啦。咁跟住咧就會值得擺上網嗰啲，我咪擺上去咯。當然我哋即係教佢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會即係提到話嗱，俾心機去做啦。咁如果做得好嘅，我哋咧就會除咗貼壁報之外咧，我哋仲會即係將佢擺上網頁，咁咧就更加多啲人欣賞到啦。咁其實都係一種鼓勵佢哋去即係俾心機去做咯。我曾經試過去到美國啲嘅小學，咧翻到咧，佢哋學生做 project 嘅能力係好高嘅，亦都好喜歡喺透過網上邊完成一啲嘅 project， 跟住咧就顯示出嚟等其他人去睇。咁其實喺香港小學生都可以發展呢方面。咁透過 project 裏邊咧，可以學到相關嘅題目，咁呢個係都非常之好嘅。好多時候咧，學生咧佢好容易咧就背一啲嘅課文，而完成一啲考試嘅題目，咁但其實可能佢唔係好知道裏邊解乜嘅，咁而破隻就可以做呢樣嘢，令到學生透過個過程裏邊真係明白某個課題，變成專家。教學資源，開放教育，借邀大人以開放心胸嚟接納每一個資質唔同嘅細路仔。簡單啲講，開放教育在觀念上是尊重細路仔的個別差異，相信細路仔有與生俱來的能力。在方法上，學校會開放到社區，老師會開放到家長，凡是可以幫到細路仔成長的方法和資源都會開放採用。為了配合開放教育，江翠國小在資源上作出了這樣的安排。內庭，我哋請咗庭園設計專家嚟設計學校嘅庭園，同種植各種各類嘅花草樹木，為學生提供親土親自然嘅環境視野。湧泉一共有三個，分布喺樹林岩石之間，突破傳統噴泉嘅模式，水由地面石縫湧出嚟，好似大自然嘅泉水一樣，使細路仔能夠享受親水汽水嘅樂趣。露天劇場提供一個觸夢的表演空間，亦都使教學的方式有所改變和創新。大型沙坑，白沙是特別向澎湖買回來的，它的黏性比一般的沙好，希望沙坑都能夠成為教學的場所，使孩子的觸覺能夠充分發揮。遊樂設施，這裡不單只是遊戲的地方，亦都可以用來上堂，只要配合適當的課程，學生可以在遊戲中成長。地板教室，課室裏面沒有台凳，學生就坐在地下上堂，給學生一個不一樣的學習體驗。連接走廊，在老師用心的設計之下，走廊不單只是通道，它可以用來休息、用來玩、用來想像，更可以用來教學。走廊變成一個多功能的空間。美勞教室，美勞教室本身就是一件美勞作品，一入到去，學生就置身於創意之中，體驗到創意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能力。電腦網絡，電腦擴闊了教學的形態，我們的電腦教室可以提供電腦資訊的啟蒙教育，使學生能夠適應資訊化社會的來臨。班級空間安排，配合不同的教學形態，課室裏面台凳的安排會視乎需要而調整，使傳統教室加添創意和新功能。校長的話，教育本身是不應該有任何的科目之分的，還有也不會說有上幾多節堂啊，要有考試啊，這些這樣的。而實在呢，就是細蚊仔是覺得他的生活
係需要啲乜嘢，佢可以去學習到啲乜嘢。譬如見到去到大自然，佢學咗啲樹啊、木嘅生長情況啊、植物啊、啲動物啊、昆蟲啊咁樣，呢啲就係佢喺生活當中接觸到而學習到嘅嘢啦。咁樣先至叫做開放教育。而家嚟講，因為細蚊仔咧對於電腦嘅理解咧，好多時佢哋會比較中意咧打下電腦遊戲機咁樣啦。咁但係接觸多咗個電腦之後，原來呢個電腦係可以一條咁大嘅路嘅嚇，從國際萬維網網絡當中咧可以揾到好多好多嘅資訊嘅。咁我覺得其實呢個都係一個開放教育，佢可以隨意所知去到自己中意嘅地方，去揾到自己喜歡嘅資料。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其中嘅一樣嘢嚟。